张瑞恒，请问哪位？瑞恒，你在忙吗？还好了，还没完全进入工作状况。不过我就是尽量在学习，你好吗？很好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我已经升主治大夫了。恭喜恭喜，你实在太了不起了。明天晚上外科同仁要在我家为我举行一个庆祝会，我希望你能够参加。好，我一定来。文静。 谁呀？不是，你们怎么打死人了？这是给你个小小的警告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听到没有？我知道，我听我的，走。 阿歪，我的天哪，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？大小姐，我差一点就没命了。怎么了，阿歪？我带你到医院去。不用了，还没那么严重。不过我得赶快离开这儿。阿歪，你不是答应替我出庭作证吗？大小姐，可是我现在保命要紧呐。阿歪，我求你，如果你不肯替我出庭作证，我根本。 根本就不可能，这是我唯一的希望。阿歪，我求你！大小姐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也是不得已啊，我不是不替你作证啊，可是我总不能不要我的命吧？大小姐，拜托，你让我走好不好？我跪你就可以吧。 为什么情绪这么坏？
阿歪走了。阿歪走了？为什么？他被人揍了一顿，一定是你叔叔下的毒手。他要阻止阿歪出庭作证，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。他实在是毫无人性，我真太痛心了。老天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人为非作歹、逍遥法外呢？依云，你要有信心，要坚持到底。虽然他是我的叔叔，可是如果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也希望他受到法律制裁。要不然天底下真的没有什么公理跟正义了。明天我要到台北去一趟，曼青升了主治大夫了，他邀请我去，趁这个机会我把我们的事情跟他说清楚。瑞亨，不要担心，我会好好处理。妈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吗？别急嘛，再过几分钟就知道了。你还会不会卖关子啊？这谁的房子啊？妈，你带我来这边干什么？是我送给你跟瑞恒结婚的礼物。啊？为什么啊？我们自己有房子啊。哦，难道妈不希望我们结完婚还继续跟你住在一起？我希望你跟瑞恒结婚以后啊，有个温暖的、舒适的、完完全全属于自己两个人的家。新婚呢，是最便宜的。所以妈啊，不愿意夹在你们中间碍手碍脚的，就在两年前买了这栋房子。最近啊，刚刚交屋。这的装潢啊，都是找建设公司做的。你还满意吗？妈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？也不跟我事先商量商量，这要花你很多钱呢。我先告诉你，你会反对的。曼青，你是妈的宝贝，妈花掉所有的钱做了一件最开心的事情，比什么都有意义。再说我用掉了养老金，以后的生活就要靠你了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？结完婚你还是要跟我住在一起。妈，我好感动。妈，怎么了？胃又不舒服啊？觉得有点胀胀闷闷的，大概是考期近了，我就会跟学生一样的紧张。这个胃啊，只要一紧张啊，就会出毛病。你明天到医院里来，我给你做详细的检查。哎呀，老毛病了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两天哪会有空呢？你就是这样子，一拖再拖，身体是最重要的。明天你请假到医院里来。明天学校里模拟考，等考完了，过两天再去吧。又是过两天，你是我的病人，我都被你气死了，不听医生的话。好好好，我听你的话。等模拟考考完以后，我就去检查啊。好。不过你就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叫你做身体检查还要跟我谈条件啊？早点跟瑞恒结婚。嗯。放哪去啊？管我。哎，上车。你是谁啊？少命令我！叫你上车，听到没有？没听到，哼！哎，你看你什么样子，回叫你妈好好教训你。放开我了！我送你回去。不要！听我的，回去回去。放开我嘛！上车。啊！你停车！停车！你让我下车嘛！你这个流氓！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！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。
这样子好不好嘛？好不好？放尊重点，我说过我不会爱你。张瑞汉怎么样了？我是他父亲，还在急救中，他伤得很严重。啊！哎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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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信，我绝不会饶了你，我绝对不会。曼青啊，你们快点结婚吧，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双喜临门喽。老兄，还是你最有本事，帮我们外科最有才华、最有前途的你要许长久了。来，干杯。大哥，没有没有。妈，我敬你一杯。今晚上我真高兴，人生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你们总算是冲出了大风了。请曼青跳舞，今晚上才是真正的曼青。好。曼青，我们跳舞吧。能有跟你在一起跳舞，感觉真好。今天晚上是你的日子，你以前所付出的努力，总算有了代价。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吗？什么？结婚。没想到吧？一切还满意吧？妈，我实在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。太让我觉得意外了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好了。那些日用品啊，我都买齐了。我今天酒可能多喝了一点，头有点晕晕的。那要不要去休息一下？不要。
难得我那么开心，那么放松自己。哦，对了，你昨天在电话里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啊？明天再谈好了。不要，难得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。我们不要睡觉，一直聊到明天早上。你们慢慢聊哈，我去给你沏茶。妈，您不要忙了，还是我自己沏好了。要紧的，你也不会弄。你坐嘛。怎么了？你们慢慢聊，我进去歇一会儿啊。妈，你没有事情吧？没什么，你们慢慢聊吧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干嘛？卖关子啊？你不是吞吞吐吐的人哦。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明天再聊好了。瑞恒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我。阿七。往好处想，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。谢谢主任。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一会儿？只有我在就行了。妈现在睡得很熟，暂时应该没有什么事。我们到外面去走一走好不好？妈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啊？满清，满清，你一向是很坚强的。我是个医生，我竟然连一点警觉性都没有。我平常太忽略他了。我根本没有关心过他，我只是一昧地接受他的付出跟照顾。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让他得这种病啊？难道妈得的是炎症？已经是末期了，也许他早就知道，所以他安排好了一切，倾尽所有买了新房子。我真该死，我不配做他女儿，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曼青，不要太责备自己了，现在医术这么发达，妈妈也许还有治好的机会啊。明天早上就要动手术，瑞恒，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陪我。我
你说什么？张先，我们已经尽了力了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冷静？我儿子都残废了，叫我怎么冷静呢？医生啊，我拜托你，不管花多少钱都可以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。张先，真的很抱歉。哎。曼青，曼青，现在觉得好多了吧？我很好，只是你们两个太累了。不要这么说，人难免会生病的，只要您早日康复就好了。妈，你平常就是太累了，趁这个机会在这里休养也好啊。我是个躺不住的人，你是知道的。什么时候出院呢？起码也要等到拆线呢，别这么没耐性嘛。没想到我成了你的病人了。对呀，我是个很严厉的医生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哦。你看到逮到了机会啊，就拼命的管我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您别再去管那么多事情了，还是身体要紧呢。瑞恒，我把曼青交给你了，趁我现在身体还撑得住，你们早点结婚。我要看着你们俩结婚，我要亲自主持你们的婚礼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他在笔录上承认和令郎是发生感情纠纷，一时想不开，想要和他同归于尽，于是抢夺他的方向盘，造成了车祸。这是一种蓄意行为，而令郎因为这一场车祸肘背残废，依这种情况判断，确实足以构成重伤害罪。董事长，这个案子绝对可以告得成立。重伤害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我是这方面的专门，虽然我的收费比一般律师要贵一些，但是我保证绝对值得。不管花多少钱，这个叶宜玲一定要把他判重罪。哼，我儿子一条手背，他就是坐牢也不能解除我心里面的痛恨。喂，瑞恒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叔叔，手术的结果很不乐观，我想向你请几天假待在台北。这应该的，女婿是半子嘛，何况曼青也是独女，工厂里也没什么事情，你就在台北多留几天好了啊。亲家母那边你帮我致意。谢谢叔叔，我会随时跟你保持联络的。再见。啊，周律师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您放心，我全力以赴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告辞了。好。陈瑞恒不在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
你不要紧吧？妈，你不要烦恼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。怎么解决？江玉府有可能放过依林吗？哎呀，告就告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大不了就坐牢。依林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刚刚律师不是说过吗？这是重伤害，刑罚很重的。姐姐只希望你这段时间好好待在家里，不要再惹出什么肢解问题。我会跟律师好好商量，尽量想办法。液体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，我想应该是水。水？妈，一定是张玉福派人干的，他的目的是要警告。姐，我还害怕，我不要回家，可不可以？我不要回去。我去找张玉福。妈，妈，你不能去，你去了会更不可收拾，而且张玉福一定会趁这个机会羞辱你，威胁你。难道就这样让他对我们？这个恶魔，他应该下十八层地狱。妈，我去找他谈，我会处理这件事情的。不行，你去了，他一样会羞辱你，一样会威胁你。妈，我自然有我处理的办法。你先送依林回去。你竟然还有脸来见我！请你告诉我，要怎么样你才肯放过依林？很简单，我也要他一条手臂。只要你肯放过依林，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。任何条件也不能够买回瑞安的一条手臂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你真的肯答应我的任何条件吗？你根本毫无诚意，我们一切免谈。我代替依林向你们道歉。听清楚，放我依林可以，你们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，尤其是你，今后不许跟瑞恒再有任何瓜葛，永远不许跟他再见面。你能做得到吗？你要做得到，我才撤回告诉你。
管我，我求你不要管我的事。依云，你已经为严一林牺牲太多了，你怎么可以连肚子里无辜的孩子也……依云，啊，妈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我一直希望你跟瑞环能够。只怪依林太糊涂，他太不懂事了，才会让张玉福逼你走上绝路。妈，我已经答应了张玉福的条件了。妈，我能留下这孩子吗？我能吗？俗话说，一枝草一点露。他至少是我们家的骨肉，妈。依云，依云，依云，昨天他才向我辞职。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？他为什么会突然辞职呢？我问过他，可是他不愿意说。我想这是私人的事情，我也不方便多问。你有没有听说他要搬到哪儿去？哦，没有。昨天才辞职。他为什么会走得那么匆忙呢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哎呀，如果我早一天回来。瑞安，今天天气很好，妈陪你到外面走走好不好？躺了那么多天了，一定很不舒服。医生说的，你要多下来走动走动。瑞安，你不要不说话好不好？都已经好几天了，你这是折磨我。到底前世做错了什么？欠你爸爸的债还不够，现在你又是这样。婶婶。回来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我刚刚才知道。你好好的帮我劝劝他。瑞安，请你回去。我不需要任何人来看我。我尤其讨厌这种其貌不扬、假慈悲的人。瑞安，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？我不说话你着急，我说话。你又听得不顺，太难了吧？唉，这是用虚伪包装的世界，每个人都不愿意听真心话。瑞安，你说是不是？瑞安，你
就不要理他了。婶婶，让我单独跟他谈一下好了。不要跟我说任何的问题，也请你不要打搅我。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对个残废的人来说，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奇迹不一再出现，我也不会像你这么走运。现在请你回去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你。你怎么会发生这个车祸呢？是不是跟依云有关系？不要再给我提那倒霉的车祸，好不好？一个字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，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依云他们到底到哪儿去了？依云，他们不告而别，一定是有原因，请你告诉我。你不觉得问题很好笑吗？我是个被三顿出局的人，叶依云到哪儿去了？你居然来问我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了解依云，他不会不告而别的。不错，是有原因，而且我也知道什么原因。因为他觉得他跟我一样，是个被三镇出局的人。他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在台北陪着曼青。我待在台北，我是因为没有比他更重要的人，更重要的事。还是你根本就是三心二意的男人。叶云，他总算看清楚你了，所以他逃避你，这表示他还是很聪明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那你告诉我，还有什么原因比这个还更可能的呢？好好把握住曼青，别到时候两头落空，那你损失不就惨了吗？你好好休息吧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啊，今天这气色好多了，比前几天好得很多嘛。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才文瑞恒的说话，你们都听见了？瑞恒在的时候为什么不进来？哦，是不是你们两个做贼心虚？爸，告诉我，依云是不是你逼走的？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好了，你说话经过大脑想想好不好？你不能够因为受了重伤就可以胡说八道，你要弄清楚你不是三岁小孩子。不错，我在你心目中永远是个三十几岁的小孩。你希望我跟江子深一样，做个听话的哈巴狗，任你摆布，看你的脸色？这一点我办不到。好，你认为你有出息的话，你就拿出本事来给我看嘛。张氏企业的经理你可以不要干了，我的话你也可以不要听，我的安排你都可以不理呀。你有本事呢，你就拿出来给我看看，自己打天下出来，我就服你。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走？我今天来是为了公事，本人仅代表全体员工向你致意，祝你早日康复。你不必了，你心里怎么想我清楚得很。我的好意你可以当成狗屁啊，可是全体员工的好意，我希望你不要误解了。哼，少跟我说废话，现在请你走。不过在走以前，我还得警告你，弄清楚自己的身份。癞蛤蟆永远是癞蛤蟆，变不了白马王子的。少动我妹妹的脑筋，如果再有一丝一毫脑筋的话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会对我怎么样呢？嗯，再打我一拳可以，我不会还手的，因为跟你打架胜之不武。好好休息，多保重啊。
江子森，你以为月手没办法打你是不是？有本事你不要走！你他妈的，江子森！江子森！你不能这样！江子森，不要拦住我！我锤死你！我妈的！男人！江子森啊！哎，副厂长。好，董事长在吗？董事长他不在。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有一点私事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还没有交代。他最近好忙啊。我有件事情想问你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我希望你坦白回答我。你不要那么客气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瑞安的车祸是怎么发生的？听说是喝醉了，转弯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到山坡底下去了。这是很不幸的事情。当时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吗？只有他一个。我还有件私事，是关于叶家。他们一家人突然搬走，下落不明，是不是跟瑞安车祸有什么关联？还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据我知道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关联吧。我最近很少听到董事长跟大少爷提到叶家的事情。不过，这也很难说，也许是我不清楚。我看这样，我暗中帮你打听一下。好吧，我再向董事长打听看看，也许他知道。谢谢你。哪里，应该的。您慢走。老梁，他还是不死心呢。哼，不死心也没什么用，我看他也不会有多大本事。啊，对了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这什么？叶一云告林纵火杀人那个案子，因为原告没有到，已经失效了。董事长，您真是如来佛啊，任何人任何事完全都在您掌握之中。嗯，你也是我掌里的一个宝啊，不管外边的事情多复杂多纷乱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变质。董事长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不会让您失望。好好好，以后看你的人了。依云，告诉我你到底在哪里。依云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啊？Thank you.
吓到你了。我们刚才摄影棚见过你，还有印象吧？有什么事吗？好像有人跟踪我。靠这么多劲。谢谢你。不用害怕，现在已经没有事了。抱歉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原来你是服装设计师陈强。我在报章杂志上看过你的大名。我刚才和你拍照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很不错。可别告诉我目前在哪个行业做事。我目前在一家饭店当出纳。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下个月呢准备举办一场大型的服装秀，我很想邀请你来参加表演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兴趣。只要跟我上班的时间没有冲突，我愿意试试。那你先生不会反对你从事这个工作吧？环境新的挑战，叶一云将如何开创自己的前程？而服装设计师陈翔又将会和叶一云产生什么样的纠葛？瑞恒找不到一云母女，他会就此罢休吗？他与曼青的婚姻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各位观众，明天请准时收看《紫色的梦》。